先生，这么大的雨还要出门？嗯，要给父亲拿药。等雨停了再去吧。跟别人约好了，不好实行的。我开车送你。谢谢大少爷。冯先生，家里原来是做什么的？开药店的。后来遭了灾，就什么都没了。我爹还落得一身的伤。所以你是因为缺钱才去的舞厅吗？那你家里还有别的兄弟姐妹？就一个大哥。大少爷这是在查底细呢。不说我了，大少爷你呢？军校还教你们跳舞啊？你的舞伴一定很漂亮吧？我不记得了。快到了，前面街口那栋就是。取个药这么开心？爹爹能少受点罪，我当然开心了。小心！你是哪一家的？王家还是郭家？小心！撤！你受伤了，没事吧？没事，就是点皮肉伤。放开，疼！没事，自己人。大少爷，小的来晚了。我没事，你们可以来得再晚点。走吧，回家。